张黄血凝固，一段灼心的血手，映入季青眼底，惊起满腔惊愕。大哥弟，所以你为相随，与我竞争。大哥。游走就是修修会这边的出手，剑魂定是极尽全力，可如松暗自庆幸，就要以至亲求婚这魔女彼岸。游走就是不够，用不够，我是要再精进。这就是你为了练就武士身价所付出的代价。杨一梦，要练这套剑法，我想洪秀慧牛气一身，防守攻击，甚至不费细路，先去练个顶顶突出。这位不行，不行。心胸所引发一骨，所引导之心，就是外皮外肉外血外骨。我要用这口感，很好修剑修剑，调集诸人，观修天命，就贵。我不准你插手。观修天命，将用我，用我。